冷啦，哎呀。等一下，苍山，苍山云雾，大理苍山云雾，哦。哇，到处都是烟雨。那你找个地方坐啊。要不然坐等下我们。要不要？就这样坐呗。哇，这个什么都看不见。看妈妈。你拍完。哇，听到了小鸟的叫声。Christian，你听到小鸟叫了没有？